今天感觉还不错啦，就是想说放开心打，对吧？就不要想太多，然后一样就是自己的策略，做自己的策略这样子。其实也没有哎，因为每一场都要比赛，所以我自己想说不要想太多。应该是说投手他的石头啦，对吧？他的变化球石头，然后没有掉，然后就刚好就顺着，刚好就是我的挥棒轨迹。但满分的，对吧？就是能够帮助球队就帮助球队，不管是在哪一个阶层。